友哈，我刚刚就是洗床单的嘛，因为不是周末了嘛，打算洗一下床单，然后呢我就找我的被罩嘛，替换的被罩就找不到了，然后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嘛，说这个被罩怎么弄呢，因为上周洗被罩的时候换的时候呢，就是是我老公给套的被罩嘛，然后就问他，我老公当时他说他也不知道，然后我就一直找一直找没有找到，他说了一句啥，他说你看看是不是在被子里面，我让你们看看，真是我真是无语啊哈，看看哈，是这个被子里面套了两个被罩，他给我弄了两个，我让他给我套被罩里，他把那两个，因为看这两个被罩他都给我套进去了，因为当时我被罩洗的时候是放在那个阳台了嘛，那有两个被罩，因为我盖了有两个被子嘛，他把那两个被罩全都给我弄进去了，我真是无语了，让男的干个事儿啊，真是不靠谱，真是太不靠谱了，你们老公有没有这样的，真是唉，没法说了，我等会儿我还要说他一次，真的是我说让他套被罩，两个都给我套了，真是都脑子都不转圈了，哎。